在大数据的趋势下，科学家一直努力面对的两难：便利数位生活，严密个资保护，哪个重要？能不能两个都要 ？Pets 隐私强化科技，这些新技术的发展，强化了个人资料使用上的安全。科学家在进行大数据研究时，看不到或不用碰触原始资料本身，就可以降低隐私泄露的风险。以同态加密为例，将加密后资料上传云端，让科学家对着密文做操作。有了国家级超级电脑算力的支持，让因为加密而膨胀数倍的密文运算得以被发展及应用。当然还有更多新的加密技术发展中，强大的计算力提供了验证模拟的环境。想象未来适应后量子时代的新加密资安科技，借由国家数位基础建设， PETS 的新技术将更能分享扩散，为科技发展创造更充分的信任感。在医疗应用上，我们可以将健康资料加密后给科学家进行分析研究，找出致病基因，在保障个人隐私前提下发展更多个人化的医疗，更可以延伸到生活各层面，透过技术重建互信，让大数据的力量更能回馈大众乃至个人，创造一个以人为本温暖的智慧国家。 To give no trust is to get no trust. 透过技术重建互信，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和您共同向前迈进。